洪卓立阿 Ken 早前因为在社交网那里错手贴出交战女神刘佩恨 Hillary 的相，虽然已经秒删，不过就令到恋情曝光。昨日有报道就指 Hillary 放下富家女的身份，在南方大围的旧楼住所同居，最后阿 Ken 公开认爱，大赞女朋友是最善良的人，又说会努力赚钱令她成为贪慕虚荣的人。而 Hillary 之后亦都回复传媒就说，任何关系亦都不应该建基在金钱上面，亦都否认自己是富家女。另外 Hillary 跟住亦都在社交网那里贴出同四只爱犬的合照，留言说上亲相爱，互相扶持，你的好我知道就够了，我们开心就好，首次公开放闪。而合作主持 Viu TV 交战的沈佳琪和阿正亦都留言送上祝福，其中阿正就搞笑地说，佳姐要幸福啊，现在我就是交战唯一的审判了，哈哈哈。